家都怎么做哈、哦。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啦，对，我们不懂啊，因为他觉得差一年嘛，嗯，如果多一年，他国家要多得钱啊，中不上风啊，对啊，他这个有点骗你，叫你离开的，有这种感觉吗？没有，他就不懂啊。怎么没有？那我们先下去煮。那我们女儿不吃了。那我们不煮，不能煮太久。你不吃了，是啊，你应该等过来做一脚脚，把我买脚，然后脚也不怕。你应该脚脚，我买脚。是你吃菜，妈妈吃菜。菜都吃不够饱了，对吧？菜给你，多吃点。够饱。啊，他这个料都没吃，啊、这杏鲍菇哎，这杏鲍菇这都给你。我们妈菇不吃。小孩吃这个，吃这么点是真的。你去后面要不要加汤汁啊？后面、加点汤太少。你加我都够了。要吗？我不要，看爸爸要不要。你要吗？我不要。要不要？慢点啊。点。那、你要把蛋打进去啊！蛋要带回去啊！你不用了，等下打破。那我带回去。好、你换摩托车啊！我袋子给你装。吃两锅了，吃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吃不下。平常我们都跟他们三个人吃一锅。你汤不要喝就好了，晚上不用吃了。Thank you.